想要学台语的人，拄开始要学时阵，可能连真侪日常用语都唔知要安怎讲。最近作家郑顺聪就出一本《台语心花开》，对食穿、交通、到天气，带读者对生活当中认识台语。花季公洗澡，台语公洗身躯，啊那刷牙是要安怎讲？真侪台语袂晓的人，一寡生活日常嘛，唔知影要安怎讲起。作家郑顺聪最近出一本《台语心花开》，用写日记的方式，带初学者做伙洗一间台语的百货公司。你洗过程会当学到做侪语言，那是学语言，佮学到做侪食食。穿的，也是讲人，甚至带去做一心理的迄种事嘛，做多，安尼来遮就足欢喜的。郑顺聪表示，伊特别对食穿用等方面来设立，学徒者通伫册内底来认物，就穿衫、食饭，伫无同的情景，甚至是无同的口口，讲起来有啥物差别？你来西宝的公司啊吼，足侪人拢是要来买水衫，所以就是讲买衫裤。啊，人讲台语有讲穿插，穿插就是咱的服饰穿着。啊，有的人较重穿，所以啊，这个重穿就是爱写爱做讲究的，做要求的。郑顺聪表示，台语心花开，算是依透过家己的生活，带大家来熟悉日常的台语习俗，甚至是外来语。希望读者读了后，唔来当入门，搁通讲了趣味，搁活用。记者陈阿文，台北采访报道。